法令过敏源食物多了它。请问教练，哪一个食品过敏源是修法新增的 ？A. 蟹 ，B. 大豆 ，C. 芒果。你只要现在随时一看就知道这个食品的标示合不合法规，你看就知道了。我可以。我说他的做法是只要看到，哎。电话拿起来就客诉了。可是我没有检举他，我先跟他的公关说，然后再检举他。没有，我没有检举他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